棒！啦啦啦啦啦啦 ！Subscribe！朋友们，今天是恐怖的万圣节。鲨鱼宝宝找到了一面巨大的镜子，我们去看看吧。啊，镜子里面不是黄色的鲨鱼宝宝，而是幽灵鲨鱼宝宝。幽灵鲨鱼宝宝从镜子里出来了，啊！我们快跑吧，鲨鱼宝宝！哦，幽灵鲨鱼宝宝带来了一些礼物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一起打开吧。让我们从这个开始。鲨鱼宝宝变成了巫师。哇哦，扫帚！我们坐着扫帚飞起来了。巫师鲨鱼嘟噜噜嘟噜，巫师鲨鱼嘟噜噜嘟噜，巫师鲨鱼嘟噜噜嘟噜，巫师鲨鱼。你在嘲笑我吗？咦呀！鲨鱼宝宝，别再想嘲笑我了。要打开下一个盒子吗？让我们打开看看吧。这一次，鲨鱼宝宝变成了骷髅，你喜欢吗？鲨鱼嘟噜噜嘟噜，骷髅鲨鱼嘟噜噜嘟噜，骷髅鲨鱼嘟噜噜嘟噜，骷髅鲨鱼。哦，又是一只骷髅鲨鱼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哇哦，看起来是很好吃的骷髅鲨鱼。啊！救命啊！哦，真是太可怕了。幸好我跑得快。哦，你想打开第三个盒子吗？你确定吗，鲨鱼宝宝？哇，是一只牙齿锋利的吸血鬼鲨鱼，快看它那件华丽的斗篷。吸血鬼鲨鱼嘟噜噜嘟噜，吸血鬼鲨鱼嘟噜噜嘟噜，吸血鬼鲨鱼嘟噜噜嘟噜，吸血鬼鲨鱼。哇，这一定是吸血鬼的城堡。哦，很高兴见到你，鲨鱼宝宝，你愿意和我一起共进晚餐吗？有一点点害怕。哦，不了，谢谢你，吸血鬼先生。不，我不想听见这个答案。来吧。哦不，快让鲨鱼宝宝离开吧。哎呦，不要走，鲨鱼宝宝。哇，干得好，鲨鱼宝宝。你装上了牙齿之后，变得又聪明又勇敢了。你真的把吸血鬼先生吓跑了。但是第四个盒子去哪儿了？那是什么？一群僵尸！快跑，鲨鱼宝宝！哦不！
鲨鱼宝宝变成了僵尸。鲨鱼宝宝，你怎么样了？僵尸鲨鱼嘟噜噜嘟噜，僵尸鲨鱼嘟噜噜嘟噜，僵尸鲨鱼嘟噜噜嘟噜，僵尸鲨鱼。巫师鲨鱼、骷髅鲨鱼、吸血鬼鲨鱼、僵尸鲨鱼，谁才是最吓人的呢？幽灵鲨鱼宝宝，你回来了，你还好吗？哇，鲨鱼宝宝终于变回来了，真是太好了。大家喜欢碰碰狐视频吗？最新儿歌都在